李嘉图还在这里浪费时间吗？你打破了沉默，像是打开心房的枷锁，仿佛要凭借过于耀眼的轮廓，点亮整个世界的颜色。在你的身侧，我竟再次不惧了做错，光将我包裹，释放了一切消散，看不透彻，只留下一抹红色。你忘记了吗？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我。你不是走了吗？我怎么会走？李嘉图，你不答应跟我走，我是不能走。有人在等你，我们都在等你。给他换衣服，你们有五分钟时间。那边不行，各位同学，很抱歉，因为有很重要的事，我不得不把李嘉图先带走了。他不叫李嘉图，在不同的地方他有不同的名字。李嘉图这个名字你们听过就可以忘了。成衣店的品质能做到这样也还可以。就这样吧。再看一眼，不必了，我想向前走。